哎呀，李子柒又做了个什么新玩具啊？是流觞取水，哎呀，看上去好好玩的样子。如果我能跟他一样。哎，让 Coco 也帮我做一个，但是有点复杂，他可能不干。对了，用激将法。哎 ，Coco， 你看这李子柒做了个取水流觞，哇，这个好复杂的工程，我看这次你大概是做不出来的。复杂嘛，也倒还行，就是太费钱了。一个木床，一个水泵，那么多水泥，少说也得上千，要不做小十分之一，成本100应该够了吧？我呢，用我这个小桌子。来做我的迷你版取水流觞，先铺上一层 PVC 板，打个地基，以后拆掉这张桌子还能用。Coco 就凭他画的这个小破设计图和嘴里面的叽叽咕咕，就可以做出取水流觞来，我表示很怀疑。经过精确的计算，我知道我现在这个边上的高度啊，在5.5厘米。涂上胶水，把四边固定住，桌子的框架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这个工作就交给小助理了。我呢就用铅笔先勾勒出河道和当中景观的这个基本位置。我用一下李子柒这个方法，我们用钉子和铅丝来做当中的骨架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哎呀，这桌子好晃，果然是十分之一的价格，十分之一的重量，用腿垫一下再敲，果然稳多了。看你嘚瑟的，当心钉子扎你腿里。然后缠上钢丝作为水泥内部的骨架，没有这一圈钢丝，直接用水泥很难造型，水泥软软的，就像烂泥一样扶不上墙。果然是李子柒，这个方法亲测有效。买来这根长管子，先把它一切二，一根做进水管，一根做出水管，然后这样一圈流下来以后，水呢再从这一边流出来。它的进水管呢，水的下面3厘米之下，然后呢它的出水管一定要高于它的进水管，也就出水管呢在最高的地方，进水管呢在当中一点地方。我在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先把进水管和出水管的位置预留出来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开始混水泥开工了。加水把它搅拌均匀。其实做蛋糕和装修也差不多啦，就是面多加水，水多加面。那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说的挺专业，就是做到一半发现水泥木有了，人少了怎么办？哎，大热天的还要出去买水泥，热死个人了。哎，走到一半，小助理人呢？哎哎，我去买杯饮料，中场休息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成本又增加了，250块啊！超预算了呀！哇，这速干的绝对来不及，5分钟就快全干了，这怎么用啊？怎么用？放心 ，Coco 还有我。准备最后一次冲击当中的这一块。中间部分搞定，现在才做了一半，哇，这个桌子超重的，所以呢，我准备在里面填充一些这种泡沫塑料，可以让它轻一点。什么轻一点，不就想少买包水泥呗，又没人三连，连100都赚不回来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怎么了怎么了 Coco？ 管子忘记放进去了，这一步忘记放管子就全白干了。Tomorrow. 上面坑坑洼洼，不是很光滑，有点扎手。现在用这个砂纸啊，把它磨光滑。怎么再把它包个东西在里面？波姐，扫帚。磨光以后，我们现在要上防水漆。上了以后颜色就好看了，你看。这啥呀？木材贴皮啊。骗人吧你就，这明明就是墙纸。这个是实木啊，只是切的薄了一点。灯影牛肉那么薄，它就不是牛肉了吗？哎，我看这里有两个洞，我看你怎么贴。这个
简单，剪两个洞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哎，好像下面剪多了一点，那个布丁就看不见了，那也看不太出来，完美。现在做了一个滴水试验。口口说人话，就测试一下这个水会不会溢出来，水被整个进进去，万一漏了对吧，手失控啊。准备了啊。好，准备，胜负再次一刻。哎呀，这个水啊，像小溪一样的缓缓流出，直到我看到这个水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我发现哪里有点不太对。哎呦呦呦，完了，进水了进水了进水了。万幸的是出水管它是正常工作的。我觉得这中间如果再加高一点点可能会比较完美。那就再来一遍，第二遍驾轻就熟，这就完成了。可是我们的井宽盆空空如也，人家李子柒可是有假山的呀。我准备搁个假山做装饰。然后下一步调颜色。种的这个多肉铺进去，就很漂亮。哎，移植了，哎，移植了。还有一座山，再进去。好，这不是我的桥根吗？洗洗洗一样的，不点赞的为你吃土。铺上毛茸茸的苔藓，假装是一片草地。铺上小石子，景观台完成。哎呀，为了这个曲水流觞，我准备了好多零食哦。准备开始来了。好，出水了出水了。啊，出水了出水了出水了。好，加满，这点水应该够了。哎呀，这景观台可以啊。哇，这不就好好。我现在放一份瓜子啊。哎，放吧。哎，可以，游起来了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再走一盆话梅。啊，再来一盆，最后一盆了。月饼。哎呀，这流水器可以啊。斟一杯茶。好漂亮呀！来帮我倒杯茶。哎，堵车了，堵车了。哎，你这个设计有点缺陷。可以，可以。来来来，倒水，倒茶。哎呀，脚又堵塞了，没看到，啥也没看到。哎，没事，全靠吹。哎，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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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花梅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就不要了啊，就不要了，往边上。怎么不出水的呀？哦，我又出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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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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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了，快点把它吃掉就好了。来来来，快点把它吃掉。动作快！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就沾水了你。嗯，快点把它。不是，哎，我们这样吃，我们这样吃。哎，你拿的时候把它拿起来吃嘛。啊。要不然全掉水里了。啊。嗯哼。怎么又不出水了呀？吹一下，堵住，吹。那这一期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我们继续吃吃喝喝，吹吹，又要吹了，又要吹了，快快快吹！